大概我们第一章要谈什么？第一章我们先还是一样谈非常界基本构造跟原理。非常界基本构造原理，再来我们先谈到安培诱导定则。大家说，哎，安培诱导定则很简单，有没有考过？有，不是最近哦，大概是五年内考过，哦，大概是五年内考过。那我们看一下安培诱导定则讲什么？讲说，如果我们安培诱导定则在讲的是一个磁跟电的关系，有所谓的电生磁的观念，哦，安培诱导定则是在讲电生磁的观念。哦，电生磁观念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我们右手握拳的时候，大拇指往上一指，如果这四根手指头所指的方向跟大拇指方向是什么观念？大拇指如果代表了电流方向，四根手指头就会造成它的磁场方向，就是它的磁场方向，它绕的是。就是说我们若有这样的电流，它产生这样的一个磁场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磁场。好，这是安培诱导定则。安培诱导定则，还有什么？安培螺旋定则。安培螺旋定则在讲什么？安培是反过来讲，如果四根手指头是电流方向，大拇指是磁场方向，那这个是一个相互交联的状况，就是说我们对于磁跟电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它产生正交的观念，是个正交的 link， 它的正交观念，所以它不管你这两个都可以互换的，这两个都可以互换的。所以安培螺旋定则就讲过来，反过来讲啦，如果你现在手四根手指头是电流方向，大拇指是磁场方向。OK， 好，这我就当大略讲而已，我不再细部说它怎么来，怎么，这个已经不可能再有时间讲了。好，再来第二部分要谈什么？电为生磁，再来就是磁生电。磁生电是什么？法拉第。任次定律，好，法拉第讲什么？任次定律讲什么？一个物理量，它必须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大小，物理量的大小。任次在讲它的方向，一个物理量必须有两个定义，一个是大小，一个方向。法拉第讲了，如果我本身有一个交变的磁通，有一个交变的磁通，哦，交变的磁通，变化的磁通，它会产生电压，而这电压的大小跟它交变的，哦，比例有关系。它的磁通变化越快，它的电压就越大，然后它的杂数越多。我这样一个杂数，哦，我这边磁通的交变率，磁通下来的快慢，哦，磁通下来的快慢，到磁通下来的越快，我的电压就越大；到线圈越多，我的电压就越高。那任次定律讲什么？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，是因为我们的线圈，这线圈它有反对磁通变化的能力。记得哦，磁通变化哦，变化变化变化，它没有变化是没有的哦。磁通在变化，它才会有感应电磁方向。要磁通变化这件事情出现，啊，磁通没有变化，有磁通没有在变动，没有用，不会感应。OK， 好，反对，也就是说，我磁体要下来，我这边要反对它变化。反对它变化的状况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加上一个负号，这就反对的意思。哦，
反对的意思。哦、所以白先生吃定律是一个一等于负的 n delta t delta phi， 这个叫做白先生吃定律。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叫白先定律，知道一下啊、哦，知道一下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磁通。当我这样下来的时候，我这样磁力下来的时候，我这线圈会反对磁通的变化，所以这时候反对中变化，这会产生 n， 反对它进来，反对它进来，就会产生这样的话，你看它在移动哦，记得我一直在讲要变化，就它要移动才会哦，没有移动是没有的哦，好、哦，没有移动是没有的哦。所以它往下移动，它反对它，安培螺旋定律就出来了。反对它产生这样的感应电势出来，所以它有这样的感应电势会出来。哪边正哪边负，不要搞错了，这个是电，是能量来源。动能变成电能，所以电有这样流出来，这是代表什么？我们看看，这是能量源，我们流出来是正端，流进是负端，所以这是正，这是负，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搞错了。如果你不懂，很简单，你加上一个电阻，你就会知道，加上一个电阻，你就会知道哪边正哪边负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那这要离开他就反对，要离开怎么样？要离开的话，我的磁体在里面，我要离开我内部线圈里面的磁通会减少，我不要让它减少，我会补充，因为它内部 NS 的磁通是往下的，所以我要拉走的话，代表我的磁通会变少，所以我要增加磁通会得到向下的磁通会来补充，所以得到这样的方向出来。所以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、哦、你可以加一个电阻感觉就知道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我们在下一个看到什么？看到 Fleming左手定则，弗莱明右手定则。左手定则怎样？记得不要去那么右挖左电，不是只有这想法。右发左电不是发电机用一定用右手，电动机用左手，错。发电机里面有反电势，发电机里面有反转距，它也要用左手。电动机里面有反电势要用右手。那右发左电是什么意思？所谓右发左电是发电的一个效益，发电的一个原理用右手，电动机的原理用左手，听懂这个意思？好 ，OK。所以这边来讲，我们看到这边左手定则就是说，我现在假设我电流流进去，我不讲原理哦，我直接讲结果。那左手就是说，我们这边磁场若是食指方向，电流中指方向，大拇指端是运动，好、哦，所以它会产生向下运动。也就是说，它基本上我们的拇指方向是代表运动方向。中指方向它是代表电流方向，食指方向是磁场方向，好，这样懂吗？左手、哦、有电流
有磁场产生运动，记得它是怎样有电流因果关系哦，它是因为有电流有磁场产生运动，这是果。好，好，那万民右手定则呢？右手定则是怎样？如果我有一个这个现象，我这边如果是流，我这个如果这根导体，这个导体哦，我往下运动，那我会造成什么结果？会造成感应电势，感应电势，我有运动。导体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电压，导体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电压，导体往下运动，右手运动向下，磁场磁子嘛，磁场由右向由左向右，感应电势会流出来，流出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怎样？它是一样拇指。一样是运动方向，中指感应电势方向，然后食指还是磁场方向，然后它怎样？它也是因为有磁场、有运动产生电能、应电势。所以这是果。所以这个呢，左手是动能变成电能的一个架构，右手是电，哦 ，sorry， 写错了，左手是电能产生动能的架构，求证一下了哈，那右手呢？是动能变成电能的一个架构。OK， 好。